家喽，回家喽。换乘成功，请查看车筐，不要遗忘随身物品。请举电单车，期待再次陪你开启新奇之旅。铁板鱿鱼，炸串儿。这帮阿姨都吃完饭跳舞呢，真早啊。嗯，今天雾气糟糟的晚上。哎，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外卖来了吗？来一份。来一份啊，咱。你俩吗？你不说。啊，来了。来了。哎，对，谢谢。嗯，谢谢啊。我这玩意这么亮，给人还吓坏了。啊，给人那，你还点着它干啥呀？花甲粉。哎，这是你的吗？锡纸盒。嗯。哎，这是我的粉条的。啊，这个味儿挺好啊。啊，你上回吃过这个。嗯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。哎呀。长得挺新的。嗯，挺好。来两杯水嘛。嗯。行。盛两杯热水。这里边是那个花甲。嗯呐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今天放假，完了出去办点事儿。回来的时候就不比上班那啥呀，不比上班早啊，八点来钟了，点了个两个花甲粉儿，完了这个寿司啊，寿司，今天少吃点，不吃那些了。昨天都说我吃七个馅饼，其实我吃六个。我等你吃七个，失望了都。我也没查。开饭，那个两个白开水，这两天不喝酒了。我妈那个是米粉的，我这个是那啥的。粉条子的，粉条不好吃啊！快吃吧，妈，时间长了它都不好了。嗯，哎呀，这辣乎的味儿挺好，是吧？嗯，我这挺辣，你那辣不辣？也行，挺辣。嗯，好不好吃？嗯，还行。这玩意不那年你就自己能做吗？我做的没有人家这些味儿，我做的就是那搞黄瓜啥的，不能搞做什么烂马七糟的。没有那些酱料。嗯，这个米粉干啥了？你送的时间长了。哎呀，啥？喝点水。昨天我妈给我盖个大被，在家捂一宿，捂的半宿直出汗，好吗？嗯。捂好了。今天好多了。今天好了。今天好了，这又能吃能喝了。嗯。这玩意其实没啥吃的啊，那有啥吃的？就没有在大连跟我大嫂吃那个量大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没有。您那个小半碗。那个，我俩都没吃了。嗯。好像粘大米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笨大米。笨大米吗？笨大米高那个什么醋，完了之后给它搅一起。好像是粘大米。哎，
早上俩把昨天的馅饼都消灭了。你家有病还这么能吃？那你有病多吃点好的快。你看这不好了。嗯。今天又出去歇了一天。哎呀，你原来不愿意吃那个是那个啥？是那个我做的那个，就是搞那个胡萝卜、黄瓜，那个黄色的那个，那玩意儿整的。哎呀，你后那里吃啊？它掉下来了。嗯，你不刚说你放哪？不怪我妈说是是个粘米饭，胶粘啊。好像是粘米饭。嗯。它肯定不是大米饭做的。这粘米饭能成一体，嗯，大米饭它得发散。来嘛，整啊！哎，哎呀，喝点白开水也行，挺好。哎，这玩意好做，哪天我自己做。你看这花蛤，到这里煮挺有味儿呢啊！嗯，你觉得它一夹就散了？哎呀妈呀妈！哎呀，都泡汤里了。再来放点儿。嗯，还没开口。没开口，那小点儿。这玩意没有了大河米线实惠啊。你没吃饱啊？吃饱啊。还有那啥寿司呢。大米饭卷紫菜包饭。嗯，你不吃了吧，那干了。你一个我一个，我不要了呢。来，我不要，可以吗？我可不要，不要。哎呦天，我这粉吃了得。我妈再吃急眼了。我不要。再要就急眼了。你不咋得意这玩意。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它这个有的那皮儿不包那紫菜，有的皮儿包。你那次你整的不都包的紫菜吗？都包的那黑玩意儿。包的是最便宜的吗？啊，包的便宜，不包这玩意儿这是稍微价钱高一点的。那包还倒是便宜了。紫菜便宜啊，不包人家上边有的铺一层三文鱼的。底下是个饭，上面铺个三文鱼。你吃过呀？吃过呀。妈，我啥时候领你去吃去吗？妈，我可不吃这玩意儿。这玩意儿就跟那一个披萨一个这玩意儿，不吃。一个大米饭，一个发面饼，是吧？干杯！干杯！白开水，今天。嗯。喝点白开水。哎呀，俺们俩今天简单对付一口得了。这两天感冒刚好，完了一个比较乏，是吗？嗯、明天护猪头，明天2月2过节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